我跟你讲，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喜欢一个人。如果在放假期间想彼此了，就给对方发一个新年好。新年好。那您就一次机会都不愿意给人家？对不起啊，让你失望了。你这个人，你就是怕遇到困难，面对你喜欢的人、喜欢的事情，什么都一样。我每天像走在钢丝上面一样，我这十几年我一天都不敢偷懒。你妈这状况，但凡出事儿，那可就是大事儿。我都30多岁了，钱没赚到，月供好几千，你会不会压力太大？工作一事无成，我觉得这工作不适合你了。生活乱七八糟的。我老觉得你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，你得活得特带劲儿才行。加把劲，小猪。新年好。我的梦想就一个，就是你。新年好。我想谈。新年好，小孩子，你给我半年时间，我还在跨年，我不能走，家人陪着你。亲爱的，新年好呀。